同学，大家好，欢迎继续参与我们经济取下这这个课程的讨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讲次是第二十六讲次，我们要谈一下简单凯恩斯模型的延伸哈，简单凯恩斯模型的延伸。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次的单元目标有哪一些啊？好，第一个当然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哈。 呃，这个所谓的延伸是包含什么？包含了政府部门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政府的购买支出哈，它的支出，还有它的税收的内容哈。那第二个要了解一下这个延伸模型均衡所得的它是如何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在这延伸模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谓的平衡预算乘数是什么哈？那再来要谈所谓的要知道自动稳定机能。 那最后要知道一下，如果把国外部门拉进来以后，那这个国外部门对于均衡所得还有乘数的影响是什么？哈，是什么？好，那我们要看到这些单元目标，达到这些单元目标，我们今天排定的一些讨论的讲次啊，啊，讨论的节次大概有以下几几节哈。第一个，当然我们就是介绍所谓的政府购买支出跟税收的一个内容。接下来讨论呃均衡所得如何决定的。 那再来当然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平衡预算乘数的内容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个所谓的自动稳定机能的因子，它是什么意思哈？那最后谈一下，当有国外部门导入的时候，那整个均衡跟乘数它会如何的变动哈？好，那以下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哈，第一节我们讨论一下政府的购买支出与税收哈。那 在这个讲次里面呢、啊，我们是讨论所谓的凯恩斯的延简单凯恩斯的延伸的模型哈。那我们可以知道，在上个讲次里面，我们讨论了一个所谓的简单最简单的凯恩斯模型。那这个模型里面啊，只包含了原来的两个部门，也就是家计单位跟什么跟厂商哈。那我们在这个第二十六讲次里面呢、啊，我们就希望能够在 把那个简单的模型啊继续延伸下去哈、啊，除了包含了家具单位、包含了厂商以外，我们接下来要包含什么？要把政府部门拉进来哈、啊，那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什么？讨论有国外部门的状况哈。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需要先去讨论。好，当有政府部门的时候，那政府部门在整个总体经济里面，它扮演些什么角色哈、啊？那当然，政府扮演角色有两个，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支出哈、啊，就需求。 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从人民手中收取税收，哈，收取税收。所以呢，政府的支出、政府的税收，我们就必须要做做详加的了解说明，哈。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我们现在讨论一下政府的支出有什么，哈。那政府支出是什么？政府支出简单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买东西啦、啊。那这个买的东西啊，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哈，原则上会分为两大两大类，哈。第一大类就是什么？就是那一种。 他不是买东西回来用的，而是什么？而是把这个钱给别人的哈。这个我们称为什么？称为移转性支出哈。例如说我们的中低所得者哈。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政府的购买支出哈。那政府的购买支出啊，一般来讲又分为两种哈、啊，一种是什么？一种是他这个钱啊，支出是做什么事？去做造机场、建港口、铺道路、盖桥梁了这种我们称为什么？称为一种投资性的支出。 投资性的支出，那有一种是什么？有一种是直接拿去消费的，拿去买东西来消费的，啊，这称为什么？称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哈，政府的消费性支出。那在总体经济里面呢，哈，尤其在我们以前我们学过哈，所有的国民所得账里面呢，哈，政府的移转性支出它是不包含在什么？不包含在产出里面的，哈，因为它没有生产行为，它所以政府的移转性支出是不包括在 GDP 里面的。 啊，那所以呢，政府的支出里面啊，就是有政府的购买支出，它是算在 GDP 的。可是政府的购买支购买性支出又分为两个哈，刚刚讲的一个是所谓的投资性的支出，一个是消费性的支出哈。那在我们的国民所得会计账上啊，一般来讲会把政府的政府的这个所谓投资性的支出啊，把它放在所谓的国内。 啊，国内的投资支出里面，也就是那个 I 里面哈、啊，所以呢，呃，至于啊，在我们的理论上，在探讨的时候，我们说政府部门的支出到底是投资性支出。 到底是购买性支出还是消费性支出啊？那要看我们的定义。一般来讲啊，我们都把它定义为购买性支出啊，也会包含投资的哈、啊。或者是我们单纯只是把它定义为什么？定义为消费性支出，也就是不包含投资的哈、啊。那这就要看我们的呃理论的讨论内容是什么来加以决定哈、啊，来加以决定。好，那对于政府支出啊这个居有所了解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什么？看政府的租税的收入哈、啊。那一般来讲，政府的收入啊。 大概可以分为几个哈，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分析说啊，政府的收入有所谓的实质收入跟非实质收入哈。那所谓的实质收入是什么？所谓的实质收入是说是真正有收到钱的哈，例如说。 这个实质收入有含有包含了什么？包含租税收入跟非租税哈。租税收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tax 哈。那这个租税收入啊，收进来以后啊，它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一般用途的哈，它没有指定说要用在哪边的。例如说我们的所得税哈，这是所谓一般用途的租税哈。那有另外一种是什么？是有指定用途的租税哈。例如说我们在烟烟税里面所谓附加的所谓健康福利捐。 啊，这是一个租税收入，可是它有指定用途的哈。好，那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租税收入以外，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非租税收入哈。那非租税收入一般可以有三个哈，一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就是所谓的使用者付费哈。使用者付费啊，例如说我们的公营事业，你跟你公营事业买东西哈，独占啊。 独占了专业专卖收入，这是一个哈、啊。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行政收入，好，那这行政收入就类似什么？类似规费跟罚款哈、啊。例如说，你去办呃。 户政是那个家庭户籍成本啊，哈，或者是你闯红灯被罚罚款啊，这个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行政收入。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财产收入哈。例如说，呃，我们有国有土地租给别人啊，那我们就有租金收入啊，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有土地卖掉啊，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财产收入的一部分哈。好，那政府的租政府的收入，除了这个实质收入以外，还有所谓的非实质收入。所以非实质收入说这个收入是假的，也就是说是什么？是跟人家。 借的哈，这个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公债跟借款哈。好，那我们知道了政府的购买性支出跟它的租税收入啊，跟它的一些支支出跟收入以后啊，我们就可以了解是说，其实政府最重要的啊，就支出哈，有关于支出，一般来讲，我们刚刚讲是例如说购买性支出哈。那在收入方面呢？ 政府最重要的收入就是什么？就是租税收入，哈，就租税收入，哈。好，那有在这里啊，大概各位同学可能，呃，可以就可以知道哈，当我们把整个的呃政府部门纳进来，而使得整个总体经济变成有三个部门哈，有家计单位、有厂商、有政府部门的时候，那么政府部门就要开始收税，跟所谓的做政府支出的部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家计单位可能就要缴税了、哦，他的所得就需要先缴过税以后，才是什么？才是他的可支配所得。那可支配妥所得才是拿去消费或者是储蓄哈。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有了这个三个部门以后，那我们的整个的均衡的所得跟所谓的乘数效果会有什么改变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论一下我们的第二节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扩充。 延伸的模型之下，这个均衡所得它是怎么决定的？哈，怎么决定的？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啦，刚刚说了哈，我们沿海最简单的模型是什么？是只有家具部门嘛，厂商啊。现在呢，现在有政府单位第三部门进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就是什么？就是家具单位的消费、厂商部门的投资，还有政府部门的支出。好，那租税在哪？租税我们刚刚讲了哈，就在厂商的。 就在家计单位消费之前，好，就先扣了税，针对所得扣税哈。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整个的有效需求哈，就 Y 啊，就等于 C 加 I 加 G 哈，C 加 I 加 G。好，那这个 C 里面的所得里面有个 T 哈，有个有个租税的部分。那在简单凯恩斯模型里面呐、啊，基本的想法很简单哈，政府要收多少税，那就要看什么？看一下它多少支出。 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在简单凯恩斯模型里面呢、啊，呃，我们的设定哈、啊，在理论上设定都把什么都把租税啊当成是个定额税哈，就是一个固定的税收税额，它是一个固定的值。同样的道理，政府的支出它也是一个固定值，也就是 G 是等于等于一个固定数。例如说，它要花三十兆，那 G 就等于三十兆，税收要三十兆，那 T 就等于三十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整个的有效需求的增加。 啊，就是等于什么？Y 等于 C 加 I 加 G 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导入了政府的部门以后啊，我们知道总和需求哈，在这三个部门的总和需求加总就是 C 加 I 加 G。那 C 是什么？C 就是刚刚讲的哈、啊、，A 加上 b 乘有可支配所 YD 啊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YD 啊就等于 C 加 I 加 G，也就等于 C 等于什么？C 等于 A 加上 b 的寡虎乘上 Y 减 T 吧。 这个 T bar 就是那个固定的租税哈，那 I 贝就延续前前面讲是 I 就等于 I b 那再加上一个 G，G 就等于 G b 那如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哈，凯恩斯认为什么？认为供给决定在什么？决定在需求，需求是创造供给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啊，总需总供给就决定于什么？决定于总需求。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找出我们所谓的均衡的方程式哈。 我们可以直接去解这个 y 哈，y 等于 a 加上 b 刮胡的 a，y 减掉 t b 再加上 i b 再加上 G b 同学可以知道哈，这个 a 哈，这个小 a 它是个自发性的消费，它是固定一个数值。b 呢是一个边际的消费倾向，它也是个固定数值。t b I、b、g b 也都是个固定数，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透过这个一元一次方程式，我就可以单纯解出所谓的均衡的产出或所谓的均衡的所得 Y* 这个数值。所以，我们 Y* 就会等于多少？一样就会等于一个一减 b 分之一，再乘上一串东西。那一串东西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自发性支出的部分。 啊，自发性支出的部分。那前面的这一串一减 b 啊1，哈，一减 b 分之一啊，其实跟我们简单凯恩斯模型那个乘数一减 b 分之一一模一样，是那个模型哈、啊，是那个数值。可是，在这里不同的地方是在什么？当我租税加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当租税的增加，b t b 的增加啊，那反倒会使得均衡所得减少多少,少？减少负 b 哈，也就是负 b 乘上 t b 哈。 所以，租税越多呢，我们的均衡所得反而怎样？反而越少。那如何解释？基本的想法是这样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 T 坝越高的时候，啊，就租税越高的时候，人民的可支配所得就会越低。可支配所得越低，在其他情况不变之下，消费就会越低。消费越低，就会带动需求越低。需求越低，产出就越低。产出越低，就带动什么？所得就越低。所得越低，消费就越低。 啊，如此不断的循环，所以在这个模型里面呢，啊，包含了这个所谓的政府模型里面呢、啊，它有一个很很重要一个区别，是在于说，租税的增加，租税的增加，反而会使得产出，透过一个乘数的一个减少。 啊，透过一个减少啊，那同样道理，政府支出的增加，那么它就跟投资增加，或者是所谓的厂商的自发性投资，或者是呃所谓家居单位的自发性消费的增加，它具有一样的功效，能够使得所得一并的增加啊。这个是呃，当我们调加入了我们这个所谓的呃凯恩斯呃这个政府模型以后，那我们就发现了。 前面的一减 b 分之一是不变的，可是后面的那一串自发性支出就多了一个负 b 乘 t 吧啊，就是租税的部分，再加上一个 g 吧也就是政府支出的部分啊，它会有这个差异哈。好，那有了这个了解以后啊，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是说，那如果这些自发性支出增加，那所得它是如何增加的哈？那我们透过底下这个图形来加以说明哈。好，那这是一个延伸性的模型哈。 原来的商品的需求，哈，需求是在这里，哈，也就 A 加上 B 的 Yt 加上 I 八加上 G 在这里，哈，好，那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均衡点在一，哈，好，那现在如果这些自发性支出增加了，I 增加，G 增加，A 增加，或者是啊，或者是 T 减少了，啊，T 因为前面是个负号。 当 T 减少，A 增加，I 八增加，G 增加的时候，那我这个自发性增加就怎样？就会往上往上升。换句话说，有效需求就会从 YD 到 YD one，所以均衡的所得就会增加了，就会从 Y star 到 Y double prong 来。好，这个就是我们均衡所得增加的一个状况，在延伸模型之下，自发性支出增加会使得均衡所得增加的一个情形。哈，好，那了解了这个概念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去了解一下，是说，那均衡是这个样子。那在政府加入政府部门以后，那政府如何透过它的支出，如何如何透过它的租税政策来影响整体社会的这个产出，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所得？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讨论所谓的什么政府的所谓的平衡预算。 乘数，也就是我们第三节要讨论的部分哈。那什么叫平衡预算乘数？所谓平衡预算乘数是说，如果政府支出增加，租税也跟着增加，而且政府的支出增加跟租税增加是等额的增加，在这个等额增加情况之下，那政府的支出会变化多少？那我们可以事先跟同学讲，变化多少呢？那个乘数是一，也就是说。 当政府支出跟租税同时增加十兆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延伸的凯恩斯模型之下呢，所得会增加多少？所得也同样会增加等额的多。啊、哦，例如说支出跟租税都增加一亿，那我们的产出也会增加一亿。那理由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别去说明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哦，如果政府支出增加一亿，那产出会增加多少？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租税增加一亿，那产出会减少多少？那如果这两个加起来以后，那我就知道产出的变化是多少。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产出的变化刚好是多少？刚好就是一亿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所要进入的分析哈。那要分析的时候，我们一样哈，我们还是先复习一下整个的模型，导入呃政府的租税跟政府支支出以后的整个模型哈，也就有效需求等于 C 加 I 加 G。 啊，那 C 等的多少？C 是一个线性的哦，也就 A 加 B Y D 啊，A 啊自发性支出加上诱发性的诱发性的消费支出哈。那 I 等于多少？投资就等于固定的投资 I 吧。G 也 G 也等于 G 吧。啊，T 也等于 T 吧，都是一个固定常数。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就可以知道。 政府的有效的呃，整个的有效所得，社会的社会的均衡所得的决定，就决定在一个乘数，在乘上一串的自发性支出，也就是那个乘数多少是一减 b 分之一，好，一减 b 分之一。那后面的那一串乘数，这边如这边所看的哈、啊，就是 a 自发性消费，减掉 b 乘 t，这个负 b 乘 t 是什么？是投资的，是呃租税的部分。那再加上加上 i bar。 再加上巨败，也是厂商的投资跟政府的支出啊。好，那有了这个基本了解，我们知道，呃，均衡所得是决定在这个数量之下的话，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那政府支出如果增加的话，那产出会怎么变动？好，那如果我们刚在前面所提的，政府支出增加一的话，那产出是增加多少？产出当然就增加前面的系数哈，就那个乘数一减 b 分之一，一减 b 分之一。换句话说。 啊，换句话说，如果政府支出增加一一块钱，那我的产出会增加多少？我的产出会增加一减 b 分之一乘一块钱，啊，这個、就是所谓的什么政府支出乘数啊，政府支出乘数。所以政府支出乘数多少？是一减 b 分之一，啊，也就是说政府支出增加一块，产出会增加几块呢？产出会增加一减 b 分之一块。好、啊，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租税增加一块嘞？ 那产出会变化几块？那我们可以知道啊，产租税如果增加一块的话，那么我们的产出是减少的。那减少数值啊，这个同学特别要注意啊，就不只是一减 b 分之一哦。为什么呢？因为租税前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负 b 呀。也就是说，当租税增加一块钱的时候，所得会减少，说到所得会减少一减 b 分之负 b，也就分母是一减 b。 啊，分子是多少？分子是负 b 单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租税增加一块钱，那我的所得啊会减少一减 b 分之负 b 块钱。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变动啊，这个所有的呃定额税的税收乘数啊，跟政府的呃政府的这个所谓的支出乘数，我们把它并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假设政府支出增加一块。 租税也同额增加一块的时候，维持这个预算平衡的状况之下的话，那所得会增加多少？在政府支出增加一块的那一那个部分，所得会增加一减 b 分之一块。那在租税增加的这一块里面，所得会减少多少？所得会减少一减 b 分之负 b 块钱。所以两个同时变动一块钱的时候，全部的所得会变化多少？那就是一减 b 分之一块钱，再加上一减 b 分之负 b 块钱。 换句话说，两个加起来刚好等于多少？刚好是一块钱。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平等预算乘数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当政府支出增加一块，它的定额税的税收也增加一块的时候，那么政府整个它还是依然会带动整个税社会的均衡产出增加一块，多么的神奇！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 凯因斯特别一直主张，在社会有大量失业、社会有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之下，要怎么去处理呢？当然是由谁由政府出面来做。政府可以怎样？政府可以一手收租税，拿去花掉。啊、哦，这边收一块，从人民手中收一块钱租税，拿去花掉的结果，还是能够带动整个均衡的产出的增加。好，那即使 不花租税好了，不收租税。那为了让政府支出增加，透过乘负乘数效果，使得产出增加，这个效果能够存在的话，那凯恩斯也鼓励什么？鼓励政府发行什么？发行公债。当他去发行公债的时候，政府就有钱去支出了。那有钱支出的结果，这个政府支出的乘数的结果，那整个产出就可以成倍数的增加。这个就是凯恩斯啊。 认为有效需求理论一个很重要重点哈，就需求能够创造供给，所以他就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一般我们就称为什么？称为权衡性的政策哈。好，那真的需要政府透过这种权衡性的政策才能够维持一个经济社会的稳定、支出的成长稳定吗？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的哈。 我们要谈一下所谓的什么自动稳定功能机能的概念哈、哦自，定自动稳定机能的概念。好，什么叫做自动稳定机能啊？我们前面所说了、哦，前面凯恩斯认为要怎样？政府要采取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甚至于货币政策，去让什么？去让有效需求增加，让产出能够倍数的增加，使得产出能够维持充分就业，甚至于达于充达到充分就业的一个产出水准。 好，可是啊，一政，这是个权益性的政策。可是，真的需要政府说，哎，政府景气不好了，政府就真的需要去去有一些干预的行为吗？我们发现啊，啊、哦，在整个的经济制度里面啊，政府的制度里面有一些制度是怎样？是它是具有让社会有自动稳定功能的，产出波波动不会太大的。那这种有几种？这个我们称为什么？称为自动稳定机能哈。 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自然而然能够让经济的波动不会太大。啊，那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常见的是有两种哈、啊，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所得税制度，一种是什么？一种类类似所谓的失业保险金制度。好，那我们所得税制度的基本想法很简单哈，你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因为税就收得多，所以你的可支配所得就不会增加很多，所以透过乘数效果所增加的消费也就不会增加很多。 啊，所以就有助于不会太过、太过、太过繁荣哈，也就是说不会太过、太膨胀哈，经济不会太有膨胀的问题。同样道理，如果当经济比较萎缩的时候，那么所得就比较少，所得比较少，租税就收的比较少，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可支配所得就不会下降太多，所以消费也就不会下降太多，所得均衡所得也就不会下降太多。那在这种状状况之下，就比较能够稳定哈。 那另外一个自动稳定的机能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失业保险制度，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大家都没失业的时候，所得比较多呢。啊，那所得比较多的时候，那就怎样？那就要缴比较多的失业保险金，要到什么？要到失业保险的这个制度里面去。啊，好，那等到大家失业，经济不好，大家失业的时候呢，那怎样？大家就从这个失业保险金制制度里面收取什么？就可以获得所谓的失业救助、失业补助。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啊，因为你失业没有所得了，可是因为有失业救助救助金，所以也就会使得你的消费不会下降太多，整个产出也就不会下降太多啊，那所得就可以维持比较稳定的情况啊，这就是所谓的自动稳定机能哈。好，那最后一个啊，我们大概要再去谈什么？谈如果我们有加入所谓的国外部门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加入进出口的时候，那整个经济体系。 啊，整个层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好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哈，国外部门有什么？就如我们说的哈，国内生产出来的，哈，国内生产出来由消费部门，有厂有厂商的投资，啊，有政有政府的消费，啊，有家具单位的消费了哈，加起来以后用不完的，做什么事出口？由国外部门去出口。 啊，如例如说，我们国内的三部门，哈，三大部门啊，家具单位啦、厂商啊、政府，它有可能不只要消费国内产品，它消费国外产品，那也是靠国外部门什么？国外部门进口。所以，当我们再把我们的所谓的简单凯恩斯模型再度延伸，延伸成四大部门的时候，那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家具单位的消费，啊，包含了厂商投厂商的投资，啊，包含了政府的租税跟政府支出。 最后包含了国外部门的进口跟出口的部分。那一般来讲啊，作为一个小国家来看，出口是多少，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决定说我们要出口多少。为什么呢？因为出口决定在什么？决定在相对于进口国，它要进口我们的财货多少。所以一般而言，出口是一个固定的数值。那至于进口呢，我们要进口多少，那就要看什么？看我们国内的所得是多少，我们就会进口多少。那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所得越高。 那么需要所需的进口品相对来讲也就会越高。换句话说，在简单凯因斯的模型里面，他把出口看成是一个固定的数字，进口呢，进口又是设成什么？设成一个线性函数。啊，它有个自发性的进口进口需求，再加上一个诱发性的进口。那这个诱发性的进口是什么？是跟所得有关，所得越高。 诱发性的进口就会越高啊，所以就有个所谓的边际的进口倾向啊，边际进口倾向。好，所以当你当我们把这些所谓的这四大部门所有需求加总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的有效需求一样会受一个乘数，在受一串所谓自发性支出的影响。可是当我们加入国外部门以后，我们就发现乘数变什么？乘数变小了。 乘数变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有效需求增加，所得增加的结果，所得增加的结果，它可能有一部分不是促进国内的产品的生产增加，而是什么？而是买国外的产品，所以它能够带动的，它能够带动了这个整个的所谓的乘数效果就会被下降，会被抑制了，所以乘数效果就会比较低一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在于什么？在于后面的自发性支出。 啊，那当自发性支出增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如果来自于进口的增加，那么实际上进口并并不会导致我们国内所得的增加的，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进口增加反而会怎样？反而会排挤到我们国内的所需要的部分啊，它会排挤掉。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乘数啊，前面哈、啊，在自发性支出，在自发性支出那一块里面，我们的国内的自发性的进口的那一块。 啊、哦，它前面是一个负号，也就是说，进口自发性进口越大，那么其实我们均衡的所得也就会越低啊、哦，也就会越低。这个是当我们引进国外部门以后，我们会发现乘数啊、哦，乘数会变小了。那那一块所谓自发性支出的部分，有一块进口的部分，进口越多，那我们均衡的所得。 也就会越低，也就越低哈。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讨论了啊，从上一周到这一周来，我们讨论的二十五讲、二十六讲，分别讨论什么？分别讨论简单凯因斯的一个基本模型哦，从只有包含价级单位跟厂商部门的部分，到我们这一个讲是。 纳入了所谓的呃所谓的政府部门跟国外部门啊，来讨论这个均衡的所得如何决定。那讨论了相对应的所谓的乘数跟自发性支出对所得的影响。那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个讲座我们发现了，当政府支出增加跟所得跟它的租税增加同比例同等额的时候，我们的所得也会等额的增加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一个想法。换句话说，在这个简单凯恩斯模型之下。 我们的平衡预算乘数是等于一的，哈，是等于一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了所谓的简单凯恩斯的延伸性的模型，哈。好，那今天基于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讨论到此，哈，再见。